边边走边转，哇，好厉害！厉害，接住了。累累了。好了，不算不算。好。主要是有观众啊，都有丢他，有同学，就是因为妈妈之前有听父母跳过。哇，好厉害哦，好多下哦！哎，看看都弄几下了，数不清了。好啊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哇，好多次啊！经理，李碧，耶，拜拜！等一下哦，好，不要动哦，不要动哦，好。他刚他的肩肌肉撕破，他跟他，哎呦！差一点跌倒，他很像很淡定呢。那个弟弟啊，坐在那边很淡定呢，然后东看看西看看，他也不理。我看了一下，看了一下，坐完了他就故意弄啊。坏还好你们家那个小朋友出气哈。下来，他们奇怪，妈妈，
我脚好酸，然后爬这个都脚都不酸。你脚酸了吗？哇、哦，好酸哦，好累哦。好累，要不要喝口水？那个哥哥他爬得超高。对啊，你要不要跟他比赛？回去就跑了，又跑了。哎，怎么又上去了？很调皮耶。跟哥哥拍照，跟哥哥拍照，赶快去。爸爸，你帮他照一下，爸爸。等下你跟哥哥照。耶、yeah。好 ，K K， 等一下哦，等一下我稍微远一点。OK， 谢谢。你要穿，好再来。好，谢谢。那可以吗？对对，一起，好了啦，一起，对不起，我们。好，一起。好巧哦，你会觉得穿着都很帅。对，一起跟李俊强一起过来。一二三，这样会很大。不会，没关系。大耳朵一起穿。大耳朵一起穿。他们不管球啊？周经理，我很难得有机会是这样想象的。不好意思，他是好了好了，回去的时候再颠那个比较高档的那种。好，小心呢。好，可以，拜拜。啊，哎，你要跑去哪里呀？赶快回来。对啊，就对啊，拜拜。赶快回来。这个不受控的。给我接，不送，超可爱的。他说他不叫弟弟，我叫他弟弟嘛。他说他不叫弟弟，他叫什么？他说他叫什么？他刚刚就他哥哥就叫伟军，对不对？他说伟军。赶快过来啊，弟弟！他在唱舞，不要笑我，不要笑我。他要跑。那弟弟走那个礼宾步好了。礼宾步好了，你走礼宾步好不好？好，礼宾步，哎，云手嘞？云手。现在没有营守了嘞，现在空军陆军不对海军没有营守了，你要不要去慈湖看？你那个空军哥哥，要不要？什么？你那个啊，空军啊，营守的空军，他们那边也没有营守了，对，明年才能够看到了，会不会想念？昨天有来吗？昨天没有，最后一天呢、啊？昨天没来哦。我有看你的影片。哦，是啊。有没有想哭？因为今天我们要走了。我们走了。不带我去玩去啊？在这附近是不是？在那个景美那边。哦，那还好，坐捷运嘛，是不是？骑摩托车。骑摩托车。他就在唱那个了。对，我飘。五月天的。我飘向北方，还真的在唱歌，小心哦！爸爸像当做拐杖的，拐杛。飞回我家，
要有一个那里小鸟。小鸟哦，对，小鸟飞上去了。有没有松鼠？有没有？要有没有松鼠的？没有松，没有松鼠。有啦，刚刚有好多只松。对，在那边是不是？在那个呢。松鼠回家休息了。在那边，这个。爱爱爱。